曲是我们特地来委托刚刚所说的我们霹雳布袋戏的金曲制作人丁天木丁老师为我们凤鸣斋国乐团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因着我们乐团来起名字，叫做凤鸣九天。那当然在最后的这首歌曲，我们的乐手老师们都会站立来做演奏，以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哦。那么呢，也希望能够借由这首歌曲来作为今天最棒的一个压轴的节目，凤鸣九天送给大家。最近三拜礼仪式，恭祝泸州保佑宫、我们蒙甲青山宫临安尊王圣诞千秋绕境大典圆满成功，行一敬拜，再敬拜，满敬拜，圆满礼成，谢谢大家。